原标题：老照片，毛泽东时代的军民与水情。七十年代，战斗在祖国西北边疆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好驻地各族民兵，认真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号召，加强军民团结和军民联防，是把祖国的边疆建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驻守在黄海前哨的解放军马步一连指战员顶狂风、抗暴雨，日夜守卫着祖国的海防。当地渔民见战士们在露天执勤，深为感动，自动为解放军战士修建了坚实的哨所，定名为军民团结哨。这是军民在团结哨前一起研究如何守卫祖国的海防。1970年1月，驻守在珠江口虎门地区的南海舰队某部指战员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优良传统，大力帮助虎门公社基宁大队用毛泽东思想建设边防、保卫边防。这是指战员在帮助民兵苦练杀敌本领。1970年代，军民联防，西藏阿里地区民兵在解放军指导下进行射击训练，河北省围场先锋工团为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演出前，请解放军同志介绍部队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经验。军民方学一队双红，矿山有个军宣队，军民一家亲，少数民族山寨河边合影。解放军马步塔山英雄团四连来到当年中国红军长征经过的越城岭野营训练时，曾为红军带过路的老贫农张文发、左二教战士打草鞋，勉励他们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1970年，河南支工军代表某部营长向工人师傅虚心请教，拜师学艺。张总受摄影黑龙江省军区边防某部七连，驻守在黑龙江畔一个赫哲族山村里，指战员虚心向兄弟民族人民学习，共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这是七连战士和赫哲族社人一同狩猎满载而归。在黑龙江畔的接金山下，解放军马步七连和驻地赫哲族人民团结一心，百倍警惕守卫着祖国的北大门。这是军民一起在边防线上巡逻，解放军战士在灾区。图为1966年人民解放军为了邢台地震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迅速入村。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崇山峻岭中，解放军某部线路维护小组与当地民兵通信班紧密配合，并肩战斗，进行维护所在地区的国防通信线路，连续多年未发生故障，受到上级的好评。这是军民一起更换电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